砸了吧。小柱，这还有两个煤签呢，不能都砸了呀，给人留两个。一个达玛坎水石，一个会卡，我看看。达玛坎石身光滑，开窗的位置打灯看肉质还不错，但是皮革上的苍蝇翅比较明显，背部有大量纹裂，目测裂会进肉。这个料子应该只有开窗的部分稍微可以用，会卡个头小，基本算明料，但是种质不算很老，角落可以看到有黄色的小脏点，内部可能会进脏，应该是个小白肉。没错，不过达玛坎这个料子可以从开窗的位置切一刀看看，裂肯定是有的，就看裂有多少有多深。这个会卡的小黄点是不会进肉的，但是个子小，我们做一个随行小件，只是种质太一般了。那咱们锯片下边见真章。等着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种质不行，影响太大了。看吧，进裂了，做件不行了，留个纪念算了。哎，今天就这样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求大而无为，但求精品一脆。大家可别再瞎买料子了。